现在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三架战机已经开始滑行准备起飞了。一路前三机加力起飞，后三机同时也要加力起飞了。对，它一共六架表演机，前三机作为第一组先起飞，后三机起飞以后，它有一个五号机要单独做一个筋斗动作，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也很期待这个惊喜啊！我记得每次起飞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单机，有一个大仰角的上升。对对对，因为它集合动作，这前后双机起飞以后集合动作要花费点时间。现在这前面起飞的三机已经盘旋经过上空。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批三机已经加力起飞 了。哎，对。大家注意看这个画面啊。对。编队中间的六号机在进行单机。好，哦、大仰角上升。它做了一个垂直上升。这是一个半滚倒转，扣下来了飞机。那这个很考验飞行员的这个驾驭能力了。对对对，它是一个垂直向下把飞机翻扣过来，然后再拉杆让飞机做一个拉平，哎，后半截的筋斗，然后拉平。是六号机。现在，哎，单机六号机从我们上方眼前经过，拉了一个斜筋斗，这也太加力了，这个声音觉得胸腔里边都在震。就是我们大家从画面当中看到的。飞机阵型就是我们的六机舰队。好，拉彩烟。这个队形的特点是一号机在最前面，然后呢二号机呢在它的后下方，然后其他的两机呢从大雁的队形下面在前面，这个有点像一支箭头的那个队形，所以我们一般又称之为箭形队或舰队。那个箭是射箭的那个箭。射箭的那个箭。对。非常惊险的动作，双机对飞，啊、哦，看到了，哎，号机，飞机，哎，六号机，右侧飞过来，好，号机交叉，哎，几个对飞，左边这个也过来了，这个交叉时候的相对速度高达是每小时1400公里，哎，每架飞机大概保持700，相向飞行，把两个速度加起来就是1400，那加速接近是这个。多少啊？加速接近的时候，它的这个速度？就是加速接近就等于两个速度相加，那么它的1400的话呢，差不多相当于每秒钟就300多米，不到400米的这样一个接近速率是非常快的。那么宽的一个距离，到现在是4G，继续向上的一个拉烟，做了一个筋斗。同步的一个横滚，对，再做一个筋斗的动作，围着编队画大圈。好，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五号机和六号机的一个绕轴的滚转。哎哎，对，后面那个绕的那个就是画大圈的，就是慢滚。啊，就慢滚、快滚，现在就对都看到了哈。都看到了，哎。现在大家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重放在。开幕当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现在是精彩瞬间给大家呈现。八一表演队的表演节目基本就完成了第一天的表演动作，但是精彩动作回放还让我们再仔细看一看，回味一下。大家还没有看够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全天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也会给大家来呈现的。这是第一个践行队拉彩烟通过。钻石队形。
发挥自己的操纵上和飞机性能的这种极限。现在又是一个零星队，这个队形非常密集，看这就是等于零间隔或者负间隔的零星队。现在伺机做稳定队形的左转弯。现在马上就要下降高度，然后接近观众席。哦，他要做四级同步横滚，这也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动作。那这个要考验飞行员的什么？这个又有一架飞机过来，这个是五号机和六号机。掌机。哎。调整高度。他做了一个同步的横滚。横滚。还在做一个同步的横滚动作。嗯，这不是横滚了，这个是加力盘旋。哦，就是你听见发动机声音震动非常大，这是把发动机的推力开到最大加力状态下，完成360度的一个盘旋。这个、都会来，在我们的上空进行飞行表演哈。歼十还只是给我们一个中型的，就是没有特别震撼。哦，现在表演的是一个高难度动作，叫大迎角小速度飞行。我们看这个歼十飞机仰着头，这个仰角大概在20度左右，然后呢它速度非常小，像鸭子一样的缓缓地往前飞。哎，看到了，是在空中闲庭信步，缓缓前行。对对，在漫步散步，很潇洒啊。对，但这个实际上是对飞行员来说，他要把飞机拉杆拉得很同时呢，现在他已经松杆了，开始加油门增加速度。这个时候一旦要是掌握不好飞机动态，很容易失速，失速的话就有危险了。这叫小速度大迎角飞行，这个也是一个。好，现在六号机现在我们在飞当中。哦，又来六号机单机动作，蛇形扭转。对，这个单机动作都是展示飞机的机械性能。哎，做了一个蛇形扭转，我看它这个有点像横滚，但这个横滚半径稍大一点，还是快滚，速度很快的抗载荷能力。哎，正面五架飞机飞过来了，做了一个孔雀开屏的，水平开关。一般就意味着是整个飞行表演结束，就是这个水平孔雀开屏。对，现在可能还有一个六号机还要有一个表演。六号机还会有一个超低空的通常的乐声。对，哎，来了，来了，哎，这个好低了，这个大概只有10来米了。做了那个五级开花的那个，他们依次转弯飞向着陆那个跑道那头，然后依次下来接力航线着陆。第一次通过叫第一边，然后左转，每一边的速度和高度是有固定值的，你都要尽量调整到那个。好，六号机已经先下来了，它从反方向着陆下来了。哦，是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它。做了一个半个道，直接小航线着陆，这个是考验飞行员这个基本驾驶术的着陆动作。好稳啊，刚才非常，非常就是你每一步都数据非常准，到跑道头改停呲就下来了，这个是，就是。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